来，就在下面玩。它就喜欢钻椅子底下，甚至呢爬到椅子上面去。每天时间一到，它就出来玩了。基本上晚上11:30的时间就是它出来玩的时间。到处玩，到处观察。然后早上我们再起起，然后呢，如果给它换完了它的厕所之后呢，它就会自己回去了。你看它自己回家了，真是一只乖宝。